那天我好像听见你们宿舍的房门响过，接着是一阵脚步声，急匆匆的。出去的是海洋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天我可没出去。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？没什么别的情况了。哎，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？没事，随便问问。那天晚上你们宿舍还有其他人吗？师傅。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哦，严大姐跟我说你在这儿呢。有事吗？没事，严大姐让我盯着你。严大姐为什么让你盯着我？学东西呗。你不是我师傅吗？嗯。小傅，我走了。买这个吧，这个又小巧，颜色又鲜艳，女孩用比较合适。 我觉得那太小家子气了，还是这个好，就拿这个吧。这个，来，还这个。挂在我们公安局的巡护台，号码要保密。嗯。给我们开发票。哎，开发票吧。王主任。哟，小新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再查一下我们局罗海洋的通话记录。海洋的资料你们不是调过了吗？怎么又调？ 是，又有一些新情况，我想要全部的。嗯，干脆这么办，我给你复印一份，省得再来麻烦我。你稍等啊。谢谢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我跟薛斌探长事儿。是。什么事？ 我问你啊，你怎么让楚小明放任自流啊？没有啊。你让楚小明看熊小毛他们干活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这两天不大舒服，又怕耽误楚小明，所以就先让他跟着熊猫他们看看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别跟我玩心眼儿，啊。头，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向胡队告我的状？告状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胡队怎么说我敷衍你？我真没有，我发誓我绝对没有。你甭跟我发誓。我怎么了？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？虽然不是我向胡队告的状，可是我想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在敷衍我？ 我是想让你先熟悉熟悉队里的环境，然后再教你什么叫敷衍你啊！我才不信呢！啊，来了，什么事那么急啊？也没什么大事，队里又分给我一个徒弟。 明天我带他来上班，跟你说一声。就这事儿，你何必跑一趟？电话里跟我说事不完了吗？就这事儿。不对吧？你小子肯定有其他事儿。海妹治病需要钱。不是。那就是跟我师傅又吵架了。没有。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？什么叫我盼你点好啊？你不说，我只能瞎猜啊。那你别猜了，我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儿这么严重啊？你说不说呀？ 你认为海洋真的是被电炉电死的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已经有结论了吗？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问你，海洋爱吃什么样的方便面吗？记得。昨天我还奇怪呢，你干嘛问我这个问题？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海洋是从来不吃面条的。那他怎么会在煮方便面的时候被电炉电死呢？
你认为海洋，他不是被电路电死的？我没这么说，我只是想听听你是怎么解释的。也许他突然想吃方便面，改变一下生活习惯。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，一般是在环境的逼迫之下，但海洋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。 当时宿舍的冰箱里有很多他喜欢吃的东西。这么说，你怀疑海洋的死是他杀？我不能确定，我只是觉得这事儿不合逻辑，想搞清楚。如果海洋的死是他杀，那应该是仇人干的。海洋有这样的仇人吗？我想了半天。 海洋不可能有要他命的仇人。我们到刑警队才几年啊，第一年在反扒，接触的都是像三阶虾、泥鳅这样的小角色。后来到了大案队，出头露面的都是别人，不可能有谁跟我们那么大的仇。那你们最近抓的那帮毒贩子呢？会不会是他们？老七即使恨我们，也不会那么快动手。再说。 我接触过他们，他们没有胆量杀警察。会不会是过失杀人？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，确定不了是谁干的，没有杀手的任何线索。如果海洋的死真的有问题，除了查杀手之外，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查。我已经从小付和熊猫那儿了解到。 海洋在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曾经离开过宿舍。我想仔细调查一下海洋在那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，或许能找到答案。你放心，在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是不会轻举妄动。为什么不告诉胡队？他从来就看不上我，怎么会相信我呢？ 唐局呢？这件事到目前为止，仅仅是推测，也不让你那个徒弟知道。对，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。薛冰，如果你要调查这件事儿的话，很难不被胡队他们发现。是啊，我再好好想想。 喂，哪位？你还好吗？朱琳，我还好。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钟大风。是吗？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，尤其是方便面的事。喂，你还在听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 除了说这事儿，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要问了？也不想问问海妹的情况。哦，海妹的病有好转吗？还有，你们吃饭了吗？他真怀疑海洋是被杀的。对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薛斌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 我没看错这小子，果然有点眼光。这不是线索，只是个怀疑。你猜他会从哪里下手？他只说要查海洋死前的活动。您觉得呢？我也猜不出啊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结果很难预料。你呀，多盯着点薛斌这小子。我对他会干出什么，心里没底。就我对薛斌的了解。 只要他产生怀疑，他就不会轻易放弃。我担心他很多事没有想好之前就干了，最后不好收拾。这样吧，我先敲打敲打他，然后找个机会你跟他好好谈谈，看他对难以预料的前景有没有什么心理准备。如果没有，劝他就此打住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曼联这周必输无疑。来了，哎哎哎。
那可不一定，我跟你讲，不一定，你不跟着我买，你就等着输吧，你。早，师傅，你让我看材料，全看完了。徐斌，胡队找你呢啊。那个师傅，我今儿是不是又看不见你了？也没准儿。胡队，嗯，您找我啊？这两天忙活什么呢？带楚小明啊。带楚小明？不光是这个吧？是啊，我还给他制定了培训计划。你是不是在查海洋的事？谁跟你说的？你别管谁跟我说的，有没有吧？我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做什么。结案报告你也看过了，调查小组也回答了你的所有问题，现在你要把这事儿翻出来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教过我们，一个刑警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结论吗？但是如果连组织和同志都不相信了，说轻了是变态，说重了是犯错误。海洋根本不吃方便面，他怎么会在煮方便面的时候触电身亡呢？我因此怀疑海洋的死有问题，这是变态吗？你怀疑海洋是被谋杀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不会在煮方便面的时候被电死。杀手是谁？什么动机？不知道。你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，凭什么重新调查？虽然说海洋不爱吃面条，但是不等于不能吃面条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批准你继续休假，但是这件事情不要再查了，除非你有过硬的理由。好吧。干嘛你啊？吓我一跳。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呀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为什么要把调查海洋死的事告诉胡志生？昨天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儿，所以就跟胡队说了。说得好，他现在不让我调查了，海洋就这么白白死了，你高兴了吧？我高兴什么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对海洋的死，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。你早就忘了。我没忘。可现在调查报告写得很清楚，你的怀疑也没有证据啊。不查就永远没有证据。刑警队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，重新调查案子是要有理由的，更何况这不是普通案子。我不管那些，我就是要查明事实真相。你要是想帮我就帮，不帮我我也不在乎，但你不要妨碍我。谁要是妨碍我，我就跟谁翻脸。那你就翻脸吧。站住，你干嘛去？我干我认为该干的事儿。你答应胡队停止调查，胡队让我监督你，你不许再查海洋的事儿。你也曾经答应过我不告诉任何人，可是你也食言了。组长，这份文件请你签。有事待会再说。这个是急件，出去。雪冰，你能不能冷静点？我不能。海洋死得不明不白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现在还能冷静的话，那叫无情无义。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，只要是你起了重新调查海洋死因的念头，你这狗脾气我拦都拦不住。我也知道海洋的死可能有疑问，你想过没有？先不说咱们能不能查出结果，就算查出结果，你会是什么结果？我只想弄清真相，不想知道我会是什么结果。如果海洋的死是他杀，那最有可能杀他的是什么人？哎，你当官当出毛病来了，你说清楚点，我听不懂。你们住的是刑警队的警员宿舍，进出最自如的是什么人？警察。对，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。
师傅。头儿，你怎么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该下班了。啊，该吃饭了。那你是想在这儿吃呢，还是回宿舍吃？明天见。以前破案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，看得很清楚。可现在，我看不清楚他，也不知道他在哪。我觉得有点害怕。你感觉到有一个对手存在，也知道他会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事儿，但你不知道在哪儿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对你采取行动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老实说，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心。我甚至觉得，海洋到死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。我真怕，自己也是这样一种结局。那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小妹今天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就拜托你了。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……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没别的意思，这是我们这个职业的一个习惯。我们刑警队还规定了，每个人在生前都要写一份遗嘱，免得事到临头措手不及。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，我最不爱听了。我也不爱说这种话。你放心，我会慎重考虑的。你自己多保重。挂了。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试探过薛冰了。他怎么样？他没有马上回答我他想怎么干。好，这说明他开始成熟了。不管他是干还是不干，只要他认真考虑过，我就放心了。他不会不干。我想是。师傅，这件事情弄不好是条不归路。要想干好咱们这个职业，就得有敢走不归路的胆量。你就是苏小明啊。你好，钟所长。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。薛冰跟我这儿天天夸你，说他带了个好徒弟，武功如何如何好。没有。我没说过。胡队不是让你们来反扒吗？这段时间你就带着你徒弟上街抓小偷吧，只许反扒，不许干别的。我们俩在街上转，你知道我们除了反扒是不是还干别的？我当然看不见了，但我信任你。这是不是就叫做心照不宣啊？我可是在胡队那儿替你打的保票，说你上街只会抓扒手，不会干别的。你的意思是我为了不出卖你，我只能出卖自己，必须听你的。师傅，你们俩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太明白？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就别问，不懂规矩。走吧，长这儿了。先走了。头儿，咱们怎么着扒手啊？先写遗书。这抓扒手怎么还先写遗书啊？出外勤的刑警都要写遗书。为什么？这是唐局立的规矩。以前有个同事没写遗书人就死了，结果欠了人的钱没还，给家人带来了很多麻烦。其实他已经安排好了还钱的事儿，只不过是死得太突然，没来得及告诉家人，所以要先写遗书。真的？咱们干警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碰到什么事儿，写份遗书心里也踏实。
问你个事儿，你不是江城人，怎么转业以后会来江城呢？这问题可以不回答吗？当然可以，这是你的私事儿。是不是因为男朋友在这儿？怎么不说话？你不是说过这个问题可以不回答吗？当然。你的遗书我已经看过了。怎么样？写的不错。毕竟是经过了军营的洗礼。谢谢。待会儿吃完饭，连同我的这份一块交给严大姐。嗯。你在江城一定有什么亲人，即使不是男朋友。没错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，你们怎么不相信我了？你晃什么晃？站好了。接着说。哎，严大姐，哎，这是我和我师父的遗书。哟，这个薛冰，过去啊最不爱叫遗嘱了，催他好几次啊，他才给我对付一份呢。自从当了你师傅，他还真变成熟了。这话我是不是可以转告给我师傅？当然可以了。哎，小明啊，到回来。这刚夸他几句啊，你说他就写这么几行，太简单了。你带回去给他吧，就说我说的，叫他重写。是。今天回去呢，多考虑考虑。明天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专门深入的讨论一下。好，散会。哎，老贺，麻烦等一下。好。真没想到会议进行的这么顺利，再过些日子就可以签约了吧？我可没那么乐观，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是清白的，你说这个约能签吗？我会支持市里的决定的。但我也相信我不会有事的。你以为甘卫东这样的人死了就死了吗？你不会怕他的阴魂不散吧？我怕的就是这个。这世界上的事儿不是我们都能看得见的。一个人完全看透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，可是大的方面应该看透，否则就无法共事了。你说是不是？那好，过几天再说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急着出去啊？不急，有事儿。你看看这份材料。啊，薛冰的情况怎么样？已经带徒弟了。怎么，又有人告状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海洋走了，他肯定很难受。我们要多关心他，不管从生活上还是思想上。哎，他带那徒弟叫什么？楚小明，女的。带的怎么样啊？应该不错吧？我没听到什么反应。那他现在又上什么案子了？还在犯法？老胡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怎么还让他干犯法？哎，我跟他说了，你让他回来，可他自己要求留在犯法。他不是一直闹着要回大案队吗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这小子突然开窍了？嘿，头，干嘛呢？瞎转悠。什么瞎转悠？正找你呢，我自行车呢。你车？你什么车啊？我的自行车啊。不是你骑走了吗？哎呦，坏了，我拉商场了。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也拉商场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这大大咧咧惯了，老是丢三落四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光手机我都丢了三个了。你丢三个手机有理了？你成天丢三落四，不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。啊，去趟商店，你把自行车落那儿。平常执行任务，经常不带手机，找都找不着你。手机嘛，天天得带在身上，要不然你要它干嘛？我就不信你就没丢过手机。我就是没丢过手机，我从来不丢三落四。那我手机就在这儿呢，我从来没丢过，它每天都带在我身上。
师傅，你别生我气了，对不起。我以后保证改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自行车呢？这不是吗？用一下。你去哪儿，师傅？谢谢你啊，王主任。那个三杰虾是什么大人物？那么急着找他？三杰虾是个老扒手，找他是为了帮助你练反扒。哼，找个老扒手当师傅啊？你先回队里，我有点事儿。头儿，我这人是不是特别讨人厌？不是。你多想了，我是要办点私事儿。以前啊，半夜三更还老有人呢，现在啊，一点声儿都没了。以后我们免不了还要麻烦你。哎，好。三杰虾是在你们所里挂了号的人，这么长时间没去你们那儿汇报，你们也不查查？管这边的民警刚退休，我才来不久，情况还不是很熟悉。这个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线索，很可能和一个大案有关。如果最近有什么人来找他，希望你们能留意一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三杰虾在本市还有什么亲戚吗？这个我还不知道。既然是这种情况，我建议你们入户检查。哎，他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替我给江伟所长问个好。妹妹，游戏玩的不错嘛，跟谁学的？跟谁学的？问你们老大去。我们老大？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在这一片谁还能有我大呀？大姐，咱这肩膀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拍的。您什么意思啊？大哥，我最近可什么都没干。谁是你大哥？跟谁说话呢？大姐，我真的什么也没干呢。你干什么没干什么先不说，我问你，三杰虾在哪儿呢？你问我大哥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？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傻了吧？过来。坐那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三杰虾在哪儿？是啊，他上哪儿去了呢？你问谁呢？我问你呢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三杰虾是什么时候？忘了。我们有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。我告诉你，三杰虾很可能和一个重大案件有关。你知情不报就是同案包庇，我懂。懂你还不说？我真不知道啊。行，那我就信你一回。但是你要敢骗我，你就甭打算在江城混了。走吧，大哥，你跟我们老大说的事儿什么时候到期呀？我跟你们老大什么事儿？就是您说开会期间不让我们动手。你懂不懂规矩？这事儿轮着你问吗？三杰虾经常去什么地方？除了这儿。
好像是帝王台球厅。是这么打吧？常常有人叫我亨德利。二师傅，你怎么跟那帮小偷都特熟啊？谁跟小偷那么熟啊？胡队叫我和海洋去反扒，当时我们正看着那个毒贩，哪有时间啊？所以就想了个办法，擒贼先擒王。你是说那三节虾是贼王？三节虾不是贼王。我现在是越听越糊涂了。那你就好好听着，这贼呢也是分等级的，泥鳅是最底层的，三节虾也不是最大，它上面还有阿坚，所以我就抓住了三节虾，让他带话给阿坚，让阿坚手下的人会议期间别出来瞎溜达。那你怎么知道人家阿坚能听你的呀？我哪知道他能听我的呀，我就是试试，没想到他还真成了。师傅啊，你说你反扒就反扒吧，你怎么还指挥上人家了？这行吗？在实践中呢，需要灵活性，当然也不能违反纪律，这需要个分寸，你还得慢慢学。哎，师傅，你找三节虾不光是为了让我练反扒吧？嗯，你怎么老问这个？那你说是为什么？你要是让我说，我觉得这三节虾这么难找的，会不会死了？你接着说。你让我说，我说什么呀？你什么线索都不跟我说，我哪知道呀？那你想听什么线索？好，我问你啊，三节虾偷的那个钱包里，你发现没发现别的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你胡说！要什么东西没发现，你那么费劲的找他？物归原主，这很正常。不对，你瞒着我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大的线索。你台球是跟谁学的？打得不错。大哥，听警察那意思，这事儿挺严重的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如果有半句假话，我任您处罚。警察是不能教，太没心。就是。大哥，那我们这帮兄弟该怎么办？你们随便吧，反正我得出去转一圈散散心。大哥，那个警察特别难缠，他说三节虾偷着那个钱包牵扯一个大案。三节虾这个兔崽子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消息？我不知道，不过那天晚上他说他能弄到一笔大钱，我没敢去。后来他会不会被人做了？你是不是在再回首酒吧干过？干过。干几年了？一年多了。知道有个叫夏雨的人吗？外号叫三节虾。知道，但没说过话。他和我们老板认识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不记得了。他以前经常去，后来突然就不去了。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你可以走了。
问了一天了，什么结果都没有，这得问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这才一天你就烦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有些案子问几个月几年都不一定能有结果。哎，师傅，我现在发现三姐侠肯定有大问题。你看你抓了一个小偷吧，然后缴获了一个钱包，钱包里发现了一张卡，你又去找失主，结果失主身份是假的，你去找小偷，小偷不见了，这肯定是个大案。怎么样，师傅，还行吧？啊，我就是佩服你这种最初的最敏锐的嗅觉。其实我想学的就是这一点。师傅，你别嫌我笨，只要你好好教我，我一定认真学。这种嗅觉你会学会的，不过首先要学会保密，明白了？嗯。昨天熊小猫请我喝酒，死活没去。你觉得我做对吗？熊小猫请你喝酒，你愿意去就去，不愿意去就不去，有什么对不对？不是，我那意思是说，我不能随便跟人喝酒，我要喝就跟我师傅喝呀。明天我请你喝酒，我们两个拼红酒，你怎么样？朱琳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？刚回来。师傅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这是我徒弟楚小明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先走了，再见啊。进去说吧。不必了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事儿。小妹的病治疗得很好，我已经把她送回叔叔家去了。朱琳，干嘛那么急着走啊？我累了，想回去休息。刚才那个是我徒弟，你别误会。雪冰，我不会那么心胸狭隘。那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在北京待了多少天，你知道吗？大概是。你也只能回答一个大概。这些天，你又给我打过多少个电话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这个人就是经常想不起来给别人打电话的那种人。还好，你没有说你工作太忙。真的对不起，你是为了我才陪着海妹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海妹。对，我知道，不是。你听我说，如果我的某个行为让你产生了误会，如果给你造成了伤害，那都不是我的本意。我可以向你道歉，也可以解释，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之间能高高兴兴，不要再有这种误会。还有，我们进去说吧。雪冰，你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。再见。报告。让进来。不对，您找我啊。我问你啊，你和薛斌到振华娱乐城和福满楼餐厅干什么去了？我师父没向您汇报啊。我现在问你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就知道我师父带我去找人。找什么人？好像是在再回首酒吧干过的员工。啊，你跟着薛斌，薛斌教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教的不错，我现在慢慢有点开窍了。啊，不对，师父。
薛斌啊，你们俩去振华娱乐城跟福满楼餐厅干什么去了？我是想找在回收酒吧干过的员工。为什么？我不是曾经让三杰虾给阿坚带过话，让他手下的人都老实点吗？结果最近他手下那些扒手又都出来了，我想找他谈谈。不务正业，马上停下来，把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，把他带好。是。昨天咱们俩去娱乐城的事儿，是你向胡队汇报的？是啊。你嘴怎么那么快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咱们现在查的这个案子，未经我允许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那胡队是领导，他问我，我不说行吗？你就是笨。我不是不让你说，是不让你那么实诚。啊，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。你听着，以后向领导汇报的事儿由我来做，懂了？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在书上根本就没看见过。那书上当然没有了。这叫活学活用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。你光看教科书能当个好警察吗？那我就更糊涂了。既然你那么明白呢，干嘛现在去干反扒呀？也没见队里怎么重用你。太明白领导，领导也不喜欢。啊。哎，师傅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说过我不是女人？没有，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？你明显是一个女人。得了，你就别否认了，你就是说了我也不生气。我爸就是喜欢儿子，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养了，看来他这一招还是蛮有成效的嘛。你爸真可怜。师傅，你别看我平常挺像男孩的，其实我骨子里挺女人的。行了行了，你是男是女这个话题啊，就此打住。工作期间不分性别。你以后别跟我穿一样的高领衫。